啊，姑娘，我的姑娘，啊，姑娘，我的姑娘，当你看见了飘来的流云，那是我炙热的爱在向你飞翔。你看，我们唱两地曲，最后的高音它是这么处理的，而不是我们去那种撕心裂肺、声嘶力竭的去喊叫。我们那些歌唱家，他大高音，你看最后唱的脸红脖子粗，是吧？然后下蹲，采取所有的什么歌唱方案，那是要人命的。我们歌唱是一种美的享受，如果观众产生一种看了你怎么这么难受啊，你这是唱歌吗？那你觉得你还认为你是艺术吗？对吧？你就成为一种。成为一个小丑，这是动作上的展示，而不是艺术，明白吗？喜欢我，赶紧关注我。